说是冰箱了，你怎么说呢？他说是冰箱什么？电脑在那边插着。这成这个样子，你怎么说这样？成这个样子。再往下吧。我直接钉到板子上，把光柱调一下就行了。如果我不要这个气球，就是还要这样吗？现在国内的他们有 DIY 的那种专门卖国外的嘛，就是这边加个那种壶，然后往国外卖。我不知道你在淘宝上见过没有，他们有一样的。以前广州的那个一个月得要90个这个，90个。